了让全国民众能够就近买到并且享受到花莲优质健康的农产品，让更多的国人能够亲身感受花莲农产品的美好，花莲县府携手量贩业者家乐福合作家乐福在地好物花莲周大赏的活动，14日在台北的家乐福内湖店举办了记者会，邀请到县长徐祯蔚化身为农产品的代言人，将花莲在地优质的产品正式的上架到全台的量贩店，并推广给民众。为了让全国民众能够就近买到并享受到花莲优质健康的农产品，花莲县府携手量贩业者家乐福合作家乐福在地好物花莲周大赏活动，14日在台北家乐福内湖店举办记者会，邀请花莲县长徐祯蔚化身农产代言人，宣告将花莲在地的优质农产品正式上架全台量贩店，并推广给全国民众。在暑假前，在这个家乐福的合作之下，花莲非常多的有机的这个农产品进到我们花莲的这个进到我们家乐福的平台，也欢迎全国的乡亲能够采购花莲的农产品。您的采购就不是都是给我们全国的农民的努力加油，尤其是我们的新味酱油，或者是我们的旧上农的这个天赐良油，更有我们阳光农场的这个有机白米，另外更有我们很重要也很著名的我们的鸡南瓜。花莲县特区将能买到优质的花莲有机米、原住民传统调味香料马告山胡椒、花莲百年手工纯酿造的新味酱油、花莲在地农产开发的限定产品麻辣花生鳗鱼罐头、树豆鳗鱼罐头等花莲限定的农产品与食品，期盼借由量贩业者的全国通路，让更多国人能够亲身感受花莲农产的美好。记者金弘毅台北市报道。